Everybody, this is the Benji Show. 我是 Benji 挂 Benji。今天我带你去台北的信义区，怎么玩，怎么拍照。这是 Cindy 啊。嗨。先自拍一张。哎，坤达，你在干什么 ？Long time no see, brother。我有一个 YouTube 频道叫挂 Benji。哦。对，然后在爱奇艺它叫功夫班级。功夫班级。这样都是真实的经验。今天带女朋友去一日游。嗨。信义区。我们去爬山，突然握手，你好。你们要搜寻一下这个坤达，如果你不知道，他跟我一起拍这个《终极三国》，他要回顾一下哦，是五部哦。Yeah, yeah. 啊，赵岩你可能忘了。你在拍戏啊？是在拍那些。明天要不要一起拍101登高赛？我明天在干嘛？我没有了。明天我会参加。明天是那个比赛嘛，对不对？对对对，到91楼。对，真的。我们没有报名。All right, 我继续一日游。好，拜拜。哇，信义区会遇到明星。是这位，要走一段哦。过马路。要去象山，会经过很多的豪宅，豪宅。我没有钱买豪宅给你。欢喜，我喜欢我们现在的地方。对，我们就散散。啦啦啦啦啦。哦耶，连他们的树都很 gay 白。没有味道，但是蛮漂亮的。People like, what are these crazy people doing in the park? 嗨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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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象山。哇，已经开始上坡了。你看到这个橘色的佛，都差不多到了。啊，跟着那个橘色的帽子。如果你到这个地方，就是对了。Here we go， 上山了。所以为什么爬哈？其实有实质的目的，都是为了在上面拍一张照，把自己跟101拍在一起。这个照片带回去啊，永远可以保存，跟明信片一样厉害啊。但是这个明信片里面有你。累了啦，这有个地图。现在在这里，刚从这边进来，往这边走，到摄影平台这边，就可以看到101了。加油！慢慢走，会走到的。摄影平台到了，旁边的101。Okay. 这里拍照的人超级多。噔噔，大家都在摄影。跟101没有关系的自拍，来。好啦，不然就这样。一般人爬到这边摄影台，就会在这边拍照就停了。拿这么厉害的相机，都不知道有更好的点在上面可以拍照。快到了，那边就知道了。最好的点，要经过这些大石头。那有一些人喜欢在石头上拍照。这有一个第二个比较少人知道的摄影平台，这边拍就比较厉害了。真正的在摄影的人。都在这边。要记得补充水分。我们换个地方。After we look at the puppy. Is it a good boy or a good girl? I don't know. 往上走，还有另外一个点更少人知道。Come on, baby. Pushing forward. Pushing forward.过了第二段的大石头之后，
就会出现我说的那个点。It's right here, baby. This is the spot. 真的吗？真的，没有人知道的点。你走这条路起来，左手边有一个小小的地方。101，你可以帮我们拍一张吗？漂亮的101，这边有光过来，所以就不会逆光，但是要爬比较高一点。对，爬得快10分钟，爬得慢20分钟。我们算还好。那爬到这里就可以拍101，你可以看整个台北市。那如果你花钱去做那个101的观景台啊，你看不到101，你拍照你就没有跟101在一起了。对。到观景台能够看整个台北市是不错，但是看出去也是跟所有的城市都一样。这个爬象山不用钱，这个点拍照你就可以带回家留念。哎，101在后面，这个分享比较有意义，所以你就运动一下嘛，爬个10分钟、20分钟算什么嘛？还有今天天气很好，天气很好，很凉啊，不然如果像一个大热天来爬的话，可能要多带一点水哦。你们来台湾玩哦 ？Yeah， 台北信义区。如果你爬到这里啊，你运动量不够的话，这也是运动设施。功夫班级，我们看看猛男呢、啊，里面有猛男呢、啊。你会不好意思吗？你是会不好意思？不会啊。好啊，我带你去看看。他也不是猛男，他有点年纪了。啊？嘿，有年纪的猛男又怎么样？我们看一下。你好。好。嗨，哦，我要贴给他赞了呢。这个。这个小。可以拍吗？哎，比我想象的重。All right， 接下来就够了。好，请不好意思啊，谢谢。Hey, wow, good catch, baby. Oh, look at this one. 吓死我了，我以为他要倒下去耶。